连晚饭都没有吃。我只能说回去把昨天我同事给我准备的一个三明治放在冰箱里，回去热了吃了，我都不知道那三明治还在不在。老温抠是出了名的，我到开机到现在没吃过他请我吃的一顿饭。是吧？我也你请过我吃啊？天天吃我的葡萄，吃我的米皮。你没喝我的？大哥，那小垫子得放下面。吃我的苹果。带到桌面了，带到桌面了。吃我的三明治。抖音。